嘿，小叶。啊，你没有。当当。哇，好漂亮。哎，你干嘛？这是强子让我给他表白准备的。你不会以为这是送给你的吧？说你都别信。哎哎哎！现在都有啥？马上到。哎，对了、啊，你这后面拿啥呀？还能啥？前两天看那个电动剃须刀，连胡须都刮不干净，就给你买了个。哇，吉列剃须刀，我一直不舍得买。我也是。啊，行。哎，怎么样？是帅气多了吧？连下巴都光溜溜的。那必须的，这剃须速度嘎嘎的，等会儿把强子的风头都抢了。哎，那个今天麻烦你。哎呀，小场面，你看你紧张的。不紧张啊，谁紧张了？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少要面子了，自己紧张的连胡须都忘了刮了。来，试试这个吧。我马上去试试，救命！你怎么还随身携带啊？刚刚乔伊送我的呀。呼呼呼，吉列的知名大牌子，我这维持形象要很久的，能行吗？这是吉列隐形盒，你这重要场合用这种手动彩盒是刮得干净，还能维持更久。你看星辰刚刚刮了，是不是很干净？用起来还滑滑的。还真是一点胡渣都没有了。你这剃须刀可以啊，还得是手动。星辰，乔伊对你也太好了，这我先拿走了。哎，你想得美。哎，我还没剃完呢。感谢感谢，这东西救了我一命。哎，对了，星辰，你等会儿帮我表个白行吗？表白？我还可以帮你结婚。嘴瓢了，嘴瓢了，我是太紧张了。等会儿表白我不知道说什么，要不你演示一遍？要不算了吧。试试吧。那行，就一次啊，好好学。自从遇见你，我心里的小鹿就得了病，到处串。本来想写一大堆的话告诉你。对我来说你有多重要，后来我写了改，改了写，最后发现我想表达的只有这几个字，做我女朋友。哎，懂了懂了，感谢两位啊，那个咱们现在就出发吧。那个星辰，我那边有点事儿，我就先不去了，你们加油，我先。啊，行，你慢点啊。哎哎哎，乔伊，算了，还是买束花送给他吧，这好像还是第一次送。哎呀，今天成功了，也不看看谁帮他的。我一会儿别的去。哎呀，这个专门给你买的，给你乔伊专门买的。原来是女孩子，怎么赚钱钱？我也是有这种焦虑。哎，不是啊，美女都送帅哥剃须刀了，那帅哥不得表示表示？那个神奇遇见。你这都不知道吗？你看啊，鲜花是短暂的，我给你就像这朵金花一样，永不枯萎。等你出现，可以等你一个秋天。但答应我，冬天你一定要来我身边。等过了白天黑夜。当家里有了女孩子之后，有人霸占你的衣服。哎，我这衣服还没穿呢。有人霸占你的厨房。哇，好香啊。娘啊，你吃吃好不好吃？嗯，好吃，我来帮忙吧。好，那我快出去吃吧。有人霸占你的客厅。要不我来客厅。不要擦，哭儿子。有人霸占你的卫生间。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个乔伊，你还有多久啊？我要洗澡睡觉了。哦，我马上就。对了，你上次不是说你家花洒吗？所以我给你预示来了改造。我在京东下到了汉斯格雅的花洒，听说恒温效果还不错，一体式设计，美观大气。还新买了这个 JBL 音响，音质好，方便小巧，还防水，洗澡听得正好。哦，不说了，我要慢慢享受音乐，快出去吧。等外面洗澡就可以放音乐了。不参加好声音可惜了。有人霸占你的时间，把您再说了，赶紧回来睡觉。哎呀，你先回房间睡嘛，我才开始玩。您这个药成好了，赶紧喝了。不是，我打完这把的，好吧？赶紧喝了。我打完这。快点！啊？啊？那你还站着干嘛？赶快进去躺着呀！这都39度多了，我得给你弄点药去。哎呀，快来试试这个，
条头罐头，网上都说吃这个好的快。啥呀？好吃。先生，嗯，我好冷啊。嗯，马上啊。先生，这包子哪来的呀？这你就别问了，你就说暖不暖和吧。嘿嘿，是吧？来，如果说这个毛巾热了，你就记得换这一个。然后这儿有一杯水，渴不渴的记得喝。嗯。如果嘴巴里没味呢，这儿黄豆罐头记得吃。嗯。如果饿了，记得给我说，我去做饭。嗯。先好好休息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嗯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好啊。哎，咋了？乔爷，乔爷，没事吧？乔爷，我进来了。你。我刚刚上厕所没站稳。来。哎呀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有事记得喊我。我上厕所怎么叫你吗？好了，这下好好睡觉，不准到处乱跑了。真的。嗯。不是你是个小孩子吗？翻开。师傅。睡一会儿啊，完事儿记好睡。我的心的光很爽。用家里常人的语气跟喜欢的女孩子说话。哎，乔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好在下面办点事儿，就是来看看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快递到了，你帮我拿下快递行不行？知道你没拿，是不是这个？哎，谢谢啊，那个我想吃那个。是不是烤红薯？我想吃板栗，吃板栗。我知道我是天才。想喝奶茶，楼下有个新开的奶茶店。嗯。啊，你是哆啦 A 梦吗？怎么袋子里啥都有？我不知道你要吃什么，然后我就随便买。楼下有家新开的火锅，哎，我们去吃火锅，走走走，我请客。我觉得你很反常啊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找啥呀？你到底把它藏哪儿了？藏什么？你不会藏我房间去了吧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别找了。这是什么，先生？哎呀，别哭嘛，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，第一次送礼物不得浪漫点儿？特地给你选的完美日记许愿心礼盒，代表我想做你的专属许愿心，快打开看看吧，里面有一整套口红、眼影、散粉，啥都有，你快试试吧。看吧，好看。你刚刚吓死我了。哎，不过这个礼物我很喜欢，就是下次别抓瞎我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总在